有灵性的耳朵不会迷路，我是米小英。翻唱界总有一些人长着一副男女同声的嗓子，这些人一开口就是王炸啊。当然最牛的还是属李玉刚了，可谓是反串翻唱最火的歌手。今天我们就盘点下那些男女同体的嗓子，先看下抖音网友版的吧。刚才的歌你再唱两句给我们听一下，我总觉得放的是原声。视频中的这位小哥在原唱杨钰莹面前都敢卖弄嗓音啊，连评委老师都不相信是真唱，非要来段清唱。祝你我有多真，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。看完这些，小英觉得民间歌手界真的是卧虎藏龙啊，一人同唱两绝都不在话下。很多网友评论，没确定过眼神，真不知道这是我想象的声音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英的客官点个关注再走呗。